小朋友过来啦！好，7点，咱们现在开始上课了啊。行，能听见吧？大家都。听到的老师。啊，能听见，那就好。好，那我们咱们开始哈。我们来先看一下这兔子哈。这个兔子就是说，大家先观察一下，你看啊，它整个这个脑，它分为几部分？脑袋、耳朵、身子，这是大的几块，然后加上底下四个爪子，是吧？好，现在我们先看一下它整个这个兔子这个脑袋的形状，你看它这形状是有什么特点呢？哎，上边是稍微细一点，是吧？或者小一点，然后到这个下巴这个。下巴这块儿，它就变得宽一点儿，哎，它有点像一个这种葫芦形状，是吧？好，我们先把耳朵位置肯定先留出来，我们先从脑袋开始画啊。轻轻的也是啊，尽量轻一点。先画出一个这样的形状，半圆形是吧？嗯，好。不要太长啊，你看看它这个，整个这个半圆形的感觉，一半就行了。你不要再长了，就到这就可以了啊。然后下面是，你看它这个下巴这就宽一点，哎，那我们就把它稍微大一点，一定要轻啊，因为我们最后画的时候，这个边儿啊肯定是要一根一根用毛的感觉去画。现在我们只是先定一个大型就可以了。就先有一个这样的形状就好了。这形状以后，那我们开始，你看啊，怎么去看它的身体大小呢？它其实从这个脑袋上面到下巴这儿，然后从下巴到身体这儿，差不多其实是一样的。所以说，你看我们这脑袋这么大，那身子我们就给它先标记一个点就行了，是吧？哎，大概就是跟它1:1的就行，都是一样的啊。然后它这个身子呢，观察一下，它比这个头要更宽一点，是吧？哎，那我们就是先这个，然后看一下身子是从哪块出来的，哎，是在这个位置出来的。这位置出来呢，那我们就把它开始，哎，你看，先把它画成这种圆形，先不用管它底下那几个腿儿哈，哎，就先以这种形式把它画出来就好了。用最简单的形去画就好了啊。好。然后我们现在看耳朵，耳朵它两个耳朵大概的位置，你们先给它确定出来。你看，我们先把它标记出来。你看。它两个耳朵中间那个距离啊是多少，是吧？这是两个耳朵中间距离。好，这个耳朵呢，你们大一点、小一点没关系啊。其实这个只要你们画的就别差太多形就行，不用非得就是一模一样，是吧？然后你最后这个主要目的是怎么去学习画兔子眼睛，然后怎么去画它那个毛发，哎，这是最重要的。不着急，我等你们一下，稍微啊，哎，先定点，别太长也别太短，这个耳朵，你看它这个，
它这个先拿，如果拿直线也可以是吧，哎，大概这么长以后，然后就去拐弯了，哎，如果你们曲线不是很有把握的话，你们就拿直线这样去画也行啊。就有点像我们冬天堆雪人似的，先一个脑袋，再做个身子，是吧？然后我们再在上面加耳朵。然后它的耳朵里面，是吧？它还有一层。这个兔子吧，难点在哪啊？就是我们怎么能把它这个眼睛的位置给它就是画得很准确，这个是最主要的。其他其实像什么腿啊这些都很简单。哎，就是眼睛你不能画太靠上，也不能画太靠下，对吧？好，那我们如果要简单一点呢，我们先这样的，我教你们方法，先不要画眼睛，先把它这个脸蛋啊，底下这个脸蛋的位置，哎，先给它标记出来，是吧？这样你们就更容易去找到眼睛的位置啊！先把这脸蛋标出来，因为他眼睛是坐在这个脸蛋上的，对吧？嗯，然后鼻子呢也是可以先稍微标一下。你们就这样的，拿个三角形去给他标鼻子也行啊，这样就更容易一些，对吧？哎，然后这样以后呢，你看啊，眼睛它跟这个左边它俩中间这个距离是多少，是吧？哎，那我们就先把它这个距离，哎，先给它拿这给它标出来，是吧？哎，然后你再看看它这个上边，从上面到这个它俩之间距离是多少 ？OK， 那我们就是大概就行，是不是？哎，是在这儿的。好，那你既然有这两个点了，那这个点它基本在这儿，有这三个点，我们就知道眼睛是多大了，对吧？哎，先去找点的方式。去定它这个眼睛的位置又准确了，这个也是，你看我们先把这个点找着，然后再看看它这个兔子的右边眼睛离它这个脸旁边有多宽，是吧？你说你们要能直接一个圆吧给它画出来也行啊，我只是说用这种方法更准确一些，然后我们就把它一连。嗯哼，好，眼睛就大概就是放在这就行了，先不用管它，哎，就是把这个，你看它周围外边还有一圈是吧？我们可以把这个外边这一圈给它画出来也行，啊，哎，然后鼻子因为三角形在这嘛，我们就如果给它修精细一点呢，就这样去修。哎，这样稍微给一点就出来了啊。最重要的是这个兔子的眼睛里面的这个高光，就是这个白点，你们一定要把它，哎，给它先留出来，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啊。所有的眼睛这个高光是非常重要的。好，然后我们画它的嘴，嘴就是说像一个人字形一样，先左边撇一下，哎，你在右边撇一下，是吧？你看这小兔子基本上这个形状就出来了，脑袋，对吧？好，然后呢，这儿画完以后是吧？你们慢慢画，不用着急啊。哎，然后我把下面这个脚给你们先定一下。你看这个脚哈，它怎么去定呢？它这个先拿竖线看看它跟左边这个位置在哪儿，是吧？
然后有这只脚的啊，你看看它跟另一脚中间的距离有多少。那其实我们画这个最外边这个是指的是这条线哈，所以它里边应该还有一条线是它前面这个角。就快宽一点是吧？你看后面这个脚要比前面小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它离这只脚离我们近，然后后面那只脚离我们远，离我们越远的东西就越小，是吧？对，先不要想着它那几个脚趾是吧，就是先用简单的形给它标出来就行了啊。好，那我们现在我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哈，那个大家就可以先这时候分分脚趾也行，哎，先其实很简单，就把中间的一分，这面一画，这面一画就可以了。特意给你们选了一个稍微简单点的，然后我觉得大家可能都能会画，是吧？啊，好。然后接下来画什么呢？接下来就是说，你看啊，它这个兔子眼睛旁边是有点这种深灰色的，是吧？那我们就给它这个，给它稍微标记一下啊，就拿直线先给它标出来，大概的范围是多大？就是它这个，基本形状，是吧？然后看看它这儿还有一点留了一点白，我们都可以先给它标出来啊。这面也是，我们标一下。好，如果这几步啊你们都画好了，那现在呢就可以用橡皮先把它这个边缘线给它清理清理，就是让浅一点啊。就是为什么一开始我让你们清一点呢？啊，如果你们一开始清的话，这步你们可以忽略掉，是吧？只要你们能看得清就行了啊，这个深浅你们自己控制。你别说擦到最后你们自己都看不清了，那就比较麻烦啊。只要你们自己能看清就行。你们形都画差不多了，我觉得就可以开始上颜色了啊。上颜色的话，我会先从五官开始。
我给你们稍微放大一点啊。哎，好，那就我看我教你们说这眼睛哈，你看这眼睛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它这儿个位置啊，靠近这个白点地方特别特别黑，哎，然后呢靠近这个地方它往下就会越来越浅。你看最深的地方就是靠近这个里边这个边儿和这围绕这个高光的地方，对吧？哎，这些地方是最黑的，然后越往下来越来越浅，这些你们要注意一下啊。你看这块就很浅了，这块浅，这块也浅，是吧？那我们就选我们最黑那个颜色，是吧？然后你们用黑的时候哈，注意点那个什么呢？就是手的这个力量哈，一定就是说，哎，就靠近这块是最深的。这个白点啊，白点很重要，你们一定要把它那个什么。一定要把它 keep 出来，给它留出来啊。然后用的力量，用手的力量越来越轻，越来越轻，看着吗？全靠这个力量啊，哦，你们注意一下。这个一直到高光这一定要很小心。对。周围我会换成小一点的笔。在外边这一圈是不是你看也是黑线，它中间有个白的，这个你们白的要留出来啊。如果你们这个白边不留出来，一会儿画一画就全都混到一块了，你们什么都看不出来了就。啊，这块宁可稍微浅一点也不要深啊，你们记住了，就是这个位置你浅一点没问题，但是不能一样黑啊，要不那个眼睛啊它就没有光泽了，看起来它就不像。就不那么好看，知道吧？这个白色的，哎，高光一定要给它留出来。看，就像我说的，你靠近这个边是黑的，是吧？深浅黑色只有一根，但是你怎么能让它就是说变浅呢？那就是只能控制你手的力度，或者说你这块用深灰色也行啊。啊，对吧？这个黑边，哎，也要给它留出来，给它画出来啊。眼睛够不够亮，够不够美？一个是高光，一个就是反光啊，这是铁律。这个就是说，画眼睛没有什么其他的捷径哈，就是这两块你们留出来了。眼睛就好不好看，全在这两块，就是这个白点和这个底下这个浅色的地方，是吧？哎，你们记住，画任何眼睛都是一样道理哈，方法都是一样的，一通百通嘛，是吧？哎，你看这样是不是就很明亮了？这个兔子眼睛啊。
我这个一开始这个有点画错了，那我就给它稍微再涂一涂。嗯，你看这眼睛是不是好亮好亮的，像黑宝石一样是吧？你们要觉得太亮了就可以再给一点，但我觉得这样挺好看的。它那个有点颜色看起来有点太那个什么了，有点太污了。对，我宁可我给它留稍微亮一点啊。好，然后现在呢，我们可以找鼻子，眼睛就这样，就这样就行了。我们找找那个鼻子啊，鼻子还有这个耳朵里面呢和这个嘴啊，这个都是有红色地方的，是吧？哎，然后我们就那个找这个红色哈，淡粉色，你们用淡粉色也行。你看这个，就是你看我这个这块这个色轮是吧？我这个小圈挪到哪儿，哎，就是看这个上面这个圈的颜色，哎，就可以了。你们宁可浅一点，不要深啊，画这个淡粉色的时候，就是彩铅嘛。你看啊，画这个耳朵的时候，就是它这个毛啊，就一根一根的感觉，是不是啊？哎，不要那么直啊，就是一定要是这种有弧线的。你看，我给你们放大一下，你看一下弧线。你看，哎，这要这种有不同的角度是弯的，这个线看了吧？哎，画所有的毛发呀、啊，包括你们画人也是，这个线不能太直啊，你们画太直了就成刺猬了，对吧？它就不会柔软了啊，哎。然后这鼻子也是哈，我们一开始让它浅一点，如果你觉得不够深呢，不够红，我们再加深就行。但如果你一开始太深的话，你就比较麻烦了啊。其实我跟你们这几堂课都说过彩铅这个问题，宁可浅不要深，深的最后再加啊。是吧？哎，你看这粉嫩的小鼻子是不是？嗯，又粉又嫩的。如果不够红是吧，哎，现在就是你看它这个鼻子下面这稍微红一点，那我们再给它一点点的红色是吧、哎、好，然后现在找你们彩铅里边最深的那个红色啊。为什么最深红色呢？因为这个兔子啊，它这个鼻子这个边儿啊，鼻子这个边儿它是一个很深的这种红色，你们看了吗？哎，所以说这时候不要拿黑啊，拿这种深红去给它标，看，是吧？包括这个嘴也是深红啊。看，哎。这样就可以了，对吧？然后你们发现，其实这个兔子它这个嘴边这儿有点淡淡的紫色，是吧？那你们可以就是选一个那种淡淡的紫色，淡紫色是不是？然后给它这个嘴这儿啊，就给轻轻的给它涂一涂，是吧？哎，不要太深，哎，给一点点就行，就 purple 嘛，这个颜色是吧？紫色，哎呦，这太深了，给一点点就好了。然后这个脚这块其实也有一点，那我们把这个脚这也给上一点点。粉色，好。现在呢，如果这些我们都画完了，我们就开始
去选择这个灰色了哈，就是你也是，我建议大家一开始浅一点。你没发现它这个边上这吧有深有浅吗？但是我们还是以先宁可浅也不要深的这个原则哈。哎，我们给它弄一弄。先从哪儿开始呢？先从耳朵吧，我觉得啊，就是你看也是一根一根的，不要嫌麻烦。如果你们就是觉得啊一根根好麻烦，我涂就好了，那你们就是永远出不来那种兔子那种质感，是不是？你看，就是这个要一根一根的去弄，哎，不同的方向，看了吧？哎，不要同一个方向啊，同一方向那个也太假了，就要不同的方向。就是外边这儿也是，都是拿毛的感觉去画啊。你说像这不够深的，一会儿再说。您宁可就是先浅一点。它这个外边这个耳朵这个毛发，你看它是这么长的，是吧？哎，但是底下这儿呢，它又是变成这样的了。你看，哎，你看我画的都不直，都不是很直的那种线，是不是？都是这种弯弯的，哎。这样的话，你的兔子才是柔软的，对吧？哎，多柔软呢，一种 fluffy 毛茸茸的感觉，谁看着都想抱一抱、摸一摸的感觉，是吧？嗯，所以说你要想这种感觉，就不要怕麻烦，是吧？不要图省事儿，就是一根根画啊。你看这些都很浅，我们一会儿再加深，不用着急哈。现在我们就是要做一步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尽量哈，把这个兔子周围的这个边儿的感觉啊，我们全都用这种毛的感觉，看先给它画一画是吧？看，这就是为什么我线让你们擦浅是吧？如果你们那个线很深呢，啊它就盖不住，你看我这个擦的都不够浅。我要不我就再擦一擦，只要你能看出来就行，是吧？哎，你看你擦的越轻，哎，你这个毛的感觉涂的就越好，知道吧？你看，因为你看这个也是哈，我给你们放大一下，你们看这个，哎，你看我涂的时候，这也是都不是一个方向，是吧？你看，哎，有几根朝这面的，再有几根朝这边的。这样的毛的感觉才是很柔顺的，是吧？哎，你们记住这个啊，你们也是，包括上面耳朵上面这也是，其实你们掌握这规律啊，就不难画了啊。都说好像这个毛很难画，其实不难画，主要就是说掌握住方法，然后有点耐心。这个耐心特别重要。如果你们就是没有这种一根一根把它画出来这种耐心呢，那真是没有办法，你知道吧？我也没有办法。你看我这个用这种 digital 的东西也是在这跟你们一根一根的去展示，是吧？所以你们拿铅笔画其实应该更容易一些啊。因为比我这么画更轻松一些。你看这个兔子这种毛的感觉是不是就出来了？底下这儿也一样是吧？还有10分钟就断了，然后你们一会儿再。断了第二次，你们再听就行了啊！哎，每次都是一样啊。重新进入一下啊，一会儿。好，这个腿也是啊，我们有这个
这个毛的感觉。现在呢，这个都完事儿了，那我可能我会想处理哪儿呢？处理眼睛周围的这些地方了，是吧？也是一根一根的，哎，这块其实应该也是稍微擦一擦的，只是我们一开始标记一下，你们知道就行了，但是不要太深啊。它按照一定的方向去画的，这个毛看了吧？看，哎，也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它就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就行了，你知道吧？哎，你看到这也是，都是不同的方向啊。小胡子这儿也是，哎，你看，按照他这个你去走，他这个就圆起来了，对吧？哎，它是有一定的方向感的，啊。都先来第一遍啊，一会儿那个再加那个不够深的颜色，我们再画第二遍啊。上面这也跟上是吧？那轻啊，越轻越好，越轻越好。你看上面是很浅很浅的这个颜色，是吧？很浅很浅的灰色。嗯，然后它中间这也是有点颜色的哈，都是要浅，尽量能浅就浅啊，不要深。如果你们的灰色很多，你就多换着勤换着点笔；如果你的灰色少呢，那你就控制手的力量，是吧？这个没有说绝对的这个。什么方法就一根笔用到黑，不用那样是吧？你们笔多的话，就条件好的话就多换着点啊。我这个是没办法，只能控制这样。有的彩铅可能少，只有一个灰色的时候，那你就是用的力量轻一点，也一样能做出这效果来，就跟铅笔是一样的，是吧？画素描嘛。你看这块也是很浅很浅的，是不是？哎，这样的话它才能体现出它这个两个小嘴啊，旁边这个腮是很鼓溜的感觉，很就是肉乎乎的感觉，是吧？哎，所以说这块必须要轻轻的，它有一层这个灰色。哎，你们画的时候也要注意这样的，你看让它这种有点轻轻的感觉啊。对，我现在画的都是属于浅灰和最浅的灰，是吧？深色的一会儿再说啊，哎，这也是，哎，它都是浅浅的。好，然后下面
这块。你看也是，哎，同的方向是吧？这个就有点耐心，一点一点的，哎，让它有不同方向的这个锚的感觉，是吧？都很浅，是不是？哎，不要着急，就是浅浅的，一开始。水彩也一样，宁浅勿深。然后你们看啊，它这个兔子，它胸前这些毛的感觉是不是就更浅了？是不是？哎，它胸前这些，那你们就是说，而且它这种感觉是这种一层一层的，你看不着？哎，有很多很多的层的感觉是吧？那我们画就是说也是一层一层的，你看，先把这儿的这一层给它画了是吧？然后这个上面哎再来一层，这也是再来一层是吧？对，你看这一层一层的，哎，就浅浅的是吧？它也是不同的方向，哎，不同的这种感觉，你就是一层一层，别太短，别太直，是吧？哎，你看这个感觉它就出来了，是不是？Maybe there are some students who don't speak Mandarin. The time is up. I will restart Zoom again. You can continue to join again, okay? If you don't speak Mandarin, okay? 好，还有一分钟不到啊，一会儿可能断了，大家重新再那个连接一次就行了啊。好，这边也是到脚的这部分都是稍微浅一点。你看浅浅都是浅浅的，然后又